透了吗？这个大乐透连续共估了六期，到目前为止头奖累计奖金超过 3.5 亿元了，连同这一期的投注金额，头奖渴望突破4亿大关哦。投注站现在买气暴增50%了。已经六连杠的大乐透头彩奖金到目前已经累积超过了 3.5 亿元，按照国人习惯在封牌前才下注的状况，这期大乐透头彩奖金渴望拼上四亿元。不要说头奖，二奖就好了。要不要他来台湾那边捐钱？你想捐吗？我会捐啊，因为人呢总是有社会责任嘛，对不对？有民众想效法大陆首富陈光标，中头彩之后来个闻声救苦，也有人听到下星期还要加开100组的100万大奖，一时之间手又痒了。后礼拜二开始要搁加开100组的号码，予咱兑奖。后礼拜二。后礼拜再过来买。连续的好康让投注站这期的买气增加了50%，不过投注站发现这几年买彩券的民众已经比较少出现花大钱包牌的行为。像刚开始的时候，那可能会比较疯狂，现在是大家都蛮理性的。这是继去年9月威力彩开出11亿以来，累积奖金第2高的电脑型彩券头奖金额，有兴趣的民众不妨试试手气。